我爸就在上面办公，你确定你真的不跟我上去见见他吗？这次谢了。这次我配合你扯了这么大一个谎，你欠我一个人情哦。我还。拿什么还呀？要不，你还我个机会吧。我也可以陪你吃盒饭，住小房子。 他能做的，我也都能做到。这样，总值得一个机会吧。你这个人犯过很多错，又爱逞强，嘴也不饶人。你不需要我给你什么机会，我也没资格警告。你值得更好的。 我也是这么拒绝别人的。